这一次呢，今天呢，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新中国联盟爆料革命最新的一些消息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也有我们的米泽维斯桑来给大家呢讲几句话。米泽维斯桑，好。新中国联邦主战友们，东京繁州农场主战友们，大家好。是新日中友好会，我们一起组建了会。首先，我们一起祈祷，为了叶红，还有为了将来未来的日本和中国的真正的友好祈祷。好，我们为日中的和平和我们打倒共产党的共同的心愿而祈祷。现在我为了真正的友好面孔，我来画木子。六月四号，我在有一个日海的庙画木子。这个木子是神的水的，利用神的水的木子，珠里面先水子。这个日本人叫做鲜水，鲜水，鲜蜜的水，用这个水画墨子。那个庙是七十年前开始到现在，没有缺过一天，就是天天祈祷，为了日本中国打仗的死的战士们也祈祷。庙很朴素的庙，爷爷自己的没有关系，死了就领导这个意思。真正的亚洲友好的庙在那里，六月四号我来画。现在很有意义，这个开会，我觉得这个开会是意义很大很大。100年前我的祖先欧石山祖先都是亚细亚族的遗址，就是制止孙中山的革命，跟孙中山一起革命。但是革命以后怎么了？怎么样？最后变成那个社会主义中国了。那我觉得那时候觉醒了，日本人和中国人合作革命的时候觉醒了，就一个就是祈祷。觉得基本可能是说在政治方面，什么体制方面说，但是一起祈祷的说不上的一种，看不到的一种力量，这个我们没用过，所以今天开始，我们也应该，像那个国民神像一样，国民神像，我看过，从5年前开始都是。他讲完了以后就是祈祷，太厉害，就是祈祷，我们也是祈祷。好，然后再画。沟口先生是职业画家，以前呢在中国呢在留学，作为留学生去学中国的水墨画，几十年来呢带了无数的日本的学生。今天呢沟口先生兴致所致啊，为了我们这个中日一起打败共产党的邪恶组织啊，为我们要作画。在热海有一个地方啊，它有一个庙，这个庙呢从1940年到现在每一天都在祈祷，它祈祷呢这个日本和中国的两个国家的这个友好。沟口先生每一年都要去那里面作画，也要去那里面祈祷，因为沟口先生是在这个
是在杭州美术学院毕业吧？南京美术学院毕业的。或南京两个。两个美院毕业的。那个时候去中国留学的专门学水墨画的外国人是很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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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郭谷先生呢会说这个中文，那么又是专攻这个水墨画，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啊，在我们的一工作小组当中啊，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宝贵的意见。现在这个样子，现在这个样子，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不知道，我期待神下来把我画。我自己我一个人画不行。必须得力量，那是里面给我力量，因为是里面是英雄，时代的英雄。英雄到最后的。幸福不幸福，我知道是，但是，你们确实影响，你们给我们不做的话，肯定神，哇，看得到了，看出来了，马上就下来，让我画。这个毛病，王爷，左手，左手画，在中国时候，左手画是天才。哦，郭谷先生在用左手画，左手画，左手画，从小是左手画。好，往上面一些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是谁？那么每次的线下活动的交流呢，不光是我们一方面的讲，还有我们这样的。文化的一些交流啊，还有一些对画料革命以及革命理念的将来的新中国的一些这个探讨，一些这个互相的一些讨论，这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这个线下交流的意义，而不是一方的这个讲啊，你来我往，你来我往。中国是文化大国，学文化不行，中国就是文，这是文化最厉害。文化最厉害就是中国的一个古典，日本不行，日本是武术武道国家。今天我忘了，硬看你，没关系，这个不对的，硬看，也是可以，意思啊，不是个人。不是先讲我的名字，我的姓名，这个意思吧，神的那个安排，不然我忘记了我的那个印，不然印，因为我姑娘名字不一样，不需要，这个就是你们全世界的尊重们的一种，这什么？色这个建功夫啊，深色浅色由这个只用一个黑色，这就是中国画的这个魅力啊，中国画的魅力就在此，用一个颜色能表现不同的风格。感谢郭谷先生。对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